好，切换一下画面。好，顺便先提一下哈，刚刚那个自动关机的哈，自动关机的网络上也有蛮多层次的哈。那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这个，好 你写网络写那个自动关机软体，好，就会找到一堆。那其中有一个这个我用过还不错。好，所以你就把它，好，一样跟刚刚那个闹钟的程式一样，你就设定好什么时候要关机，好，然后它的周期设定好之后，你一样把这个程式的捷径丢在启动里面，好，那电脑一开机就会去执行那个闹钟的程式跟这个定时关机的程式，好，那你要，所以它会自动关机，好，时间到了电脑就会自动关机。然后你另外在 BIOS 那边你要去开哈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几点要自动开机。好，我们学校川堂那个萤幕，就有一个那个播影片的那个机器，它也是自动开关的。好，自动开关，然后我设那个 Media Play， 所以它每天就是上学之前它就会开始播影片。好，所以有经过的家长什么就可以看那个宣导的影片哈，那个就可以这样处理。所以那种自动开关机的也蛮好用的，还有那个 Media Play 可以自动播的，其实都在学校应该应用都蛮广的哈。好，那所以这个部分就各位自行利用哈。然后再来那个，好，再。